在中国只有两种熊，不用比就知道结果。啥球啊，姑娘？一个乒乓球，一个足球呗。为啥呢，姑娘？因为谁都打不过。一个是谁都打不过。妈妈看见大姑娘，冬天能吃肉。冬天能吃的姑娘真是没谁了，真是没谁了啊，老贵了哈。嗯，都让你吃了。嗯，哎呦我天，看小姐妹，小姐妹，今天是一个大虾片的啊，吃一个呀。嗯，你说大虾片的很好吃的。怎么样？爱吃的。姑娘，嗯，对于别人模仿你这件事你怎么看？一直被模仿，从未变丑越。哎呀，你还挺有个性的呢。那才是呢，我就是我，不一样的烟火，我瞅我自己都上火。哎，你先别吃啊，我还没录呢。我尝尝。你先尝尝啊，你还给我。嗯，录完再吃啊。嗯，骗我好吃的呢。嗯，好吃吗？姑娘啊，明天得上学了啊。为啥呀？该上学了吧。那我输这样，老师还能认识我了吗？还能让我进步了吗？能，你不用想那些啊，你瘦啥样老师都能认出来你啊。